时上午行脚归来开市。今年正是每年这个庆祝我啊，一次的圆满结束啊，这个历程啊，是啊，这个15天整啊。这是行脚脱脱啊，和往年又有所不同啊。圆满之中啊，又有新的感悟和新的体会。这次行脚主要是从锦州开始。历经啊，这个葫芦岛啊，还有这个秦皇岛啊，山海关秦皇岛，走到昌平啊，这些外援嘛，就结束了。这次行脚主要的特点啊，起时啊比较多。比较多，护持的居士啊比较鲁法，特别是这次的特点是经过的地方啊，基本上啊是11年前走过的地方。也检验了11年前行头陀的结果。11年前，从五台山和星空寺往回走啊，经过的地方啊，进行起时以后，发现了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一次啊，我们去起时啊的时候，就发现了啊，这个村子啊，正是11年前我起过时的一村子。因为在这个村子起时的时候啊，很难。因为我还记得啊，大部分啊不给啊，后来有一位老人呢，因为没饭啊，给了一点啊这个大酱啊，所以这个村子我的印象很深啊，很深。这个大家起时的时候又进入这个村子啊，突然就感到到每个村啊每户去起时的时候啊，感受到啊这个非常的顺利啊，异常，大伙儿都同时的感受这个村子山根真好啊，每家的布施啊基本上都是很真诚啊，没有把和尚当成啊这个骗子啊或不熟悉的感觉啊，虽然在一瞬间就形成了起时这个
过程啊，但是呢完成的超乎人的预料。这是啊，一是感受啊，还有啊，11年前啊，经过这个绥中啊边界的时候，有个叫大市桥村，曾经有一个庙啊，可能是关帝庙也好什么庙，那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三间啊，空房子，房顶啊露着天，啊，也没有门窗啊。那天晚上啊，我们在那住了一宿，啊，住了一宿。而这次，当我们走到快要到那个村子的时候，碰见一个人啊，他跟我说话，他说你是妙祥师傅吗？啊，我说是。他说我去年曾经来过你这里，后来我想起来，他曾经邀请我到那个村子里，去建寺院，或是主持寺院。啊，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他说我曾经跟他提过这个地方，我住过一宿，但是呢这种把握性啊不大，因为我也记不住过去叫什么村子啊。这次以后看到他，我也没有完全肯定他邀请我到那个寺院去看一看。当我走到路边，印出这个村子是我住过那一许的村子啊，又发现了这个原先的住过的三间房啊已经啊重新翻修，而前后啊两侧啊都建成大殿，是个很大的一个有了规模的寺院了。这是啊，感觉到没有想到啊，而且里面的村民和出家人都出来欢迎啊，邀请我们到那里过斋看一看，但是我们守住啊这个不进寺院的规定，就没有进去。这是一次感悟，就是过去走过的啊，起始过的寺院，还有这个住过的地方，都和过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走进入秦皇岛啊，走到这个大高庄起始的时候，这个村子里啊，几乎啊家家都布施啊，而且有的甚至啊把饭端出来来迎出来布施啊。当时啊进入这个村子里的居士啊将近啊100来人，还有很多的车啊，站在一个广场里，啊，就像一场啊大法会一样，那样殊胜。通过几个事情，深深的体会到行脚的重要性。行头陀，我们不断的进行乞食生活。不断地走过了一些地方，他明显地播下了这个不可毁灭的种子啊，
佛法就兴盛了。通过这次的行走，也检验了我们过去行头陀时的效果。它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行头陀是佛法注视的大事，只有常行头陀，佛法就会注视，而它的注视的时间会越来越广大。并不是因为你走过了起了几架，这几架有变化，而是一片都在变化，不断的扩大。什么因什么果，因果不虚。这是其实大家都充满了欢喜不管是对我们这个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大家都能够正确的处理，是其实很圆满特别是我们自己得到了深刻的锻炼。起来的食物大家都非常欢喜的使用有时候据是看到这个食物起来有凉或杂有时候感觉的吃多了不好但是师父们都是升起非常大的欢喜非常愿意饮用这种起来的食物特别是这次进入这个秦皇岛山海关以后这个居士的护士特别的殊胜而且每天都有很多居士要护士要供斋而且更没想到就是这个地方秦皇岛还有山海关的师傅们有大僧有二僧都出来迎接还有这个秦皇岛的佛教协会的这个会长连续两次来看望我们同时给解决了法宝昨天晚上又亲自到山头上来看望我们同时昨天又供了斋这整体来讲就说明佛法在兴盛头陀恒的种子没有白下而且它确实代表了正法它使正法不断地扩大扩大所以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行头陀的重要性如果佛法兴就得行头陀不光是有了僧种同时也有了这个所有的信徒增加了菩提的种子而且提起了正念很多的居士看到我们都流眼泪和哭有的邀请我们到他们地方去住一听说我们不去都流泪而且走路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信佛的居士或是不信佛的居士都围上来问三问四都是一种关心和尊重的态度要不和以前比有天壤之别
这是这次行脚的一大特点也就检验了我们的行逃脱的结果。特别是这次行逃脱我们也是很殊胜整体的看来好像办了一场大佛事这次在行逃脱期间僧众都很努力很吃苦严守戒律都没有怨言不怕苦不怕累不管走到多晚上多累都能够坚持每天都要诵经念咒很想度众生特别是这个护士的居士还有张居士的一家辛辛苦苦跟跑前跑后还有司机帮着行堂等等后来又来了两个居士周居士还有这个殷居士他们又辛辛苦苦的帮助还有这个广州居士过来他们都很辛苦护士这个僧团的行脚的完成另外呢还有孙居士也很努力不断地给拍摄一些照片记录一些事情他对这一次已经跟了3年到4年了他对这次的行头陀感悟挺深也感悟挺深整体来讲非常好这些好的成就来源于僧团的努力和大家的护持来源于这个在家的师父们的努力还有这个在家的居士的护持才叫我们安心的行逃脱所以说大家共同演出这一场大佛事使佛法真正的能够深入下去佛法真正的正法能够注视这是很重要的一刻我们应该有一个决心永远的把这个头陀要行持下去当然了在行头陀时也听说了个别的地方也有反应但是不管他怎么讲我们认准了这是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就永远的行持下去这次时间不长我们行头陀的决心还是很坚定很坚定还很愿意的行持下去甚至长期的行持下去特别是在这里锻炼了我们每个声音一个是认识因果另一个降伏我慢特别是起始时候有不给的态度不好的我们都能够正确的认识因为他并不是不给我们也不是对我们态度不好他们是对假的反感所以说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了我们觉得不管他给和不给
我们都是啊，在佛法的沐浴之中啊，从各个角度来沐浴佛法啊，使我们越锻炼啊，越坚定啊，越有信心啊，这是心陀陀它的种子不会白播啊，11年前播的种子现在已经在逐渐的开花结果，那这次种子有这么多的生源下去啊，心陀陀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它播下更深的种子啊，会将来的结果会更大更丰硕啊，所以说我们应该年年啊常常的心陀陀啊，这样佛法就会住世，众生就会离苦得乐啊。所以体会很深啊，每个师父啊都有一定的体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讲了啊。总的来讲啊，佛法住世必须有头陀，有头陀才会真正的有正法。好，我讲到这里。谢谢和尚三拜。礼佛一拜。